我这人生一个突破，你突破之后就海阔天空了，什么就不怕了？你再一次啊！不行，我已经突破过，我已经突破过了，再试一次，我突破过了。你刚刚真，我把机会留给年轻人。哇！哎、欸，怎么吵？或者你手会抖？各位观众，我是樊金，今天我们要开箱的东西，我们就要开箱这个测谎机。那我们最喜欢玩那种已经过期的玩具，顺便来试试看。你喜欢男生吗？你喜欢男生？你喜欢男生啊？你最喜欢的科目是哪一科？数学啊！屁呀、啊！屁呀、啊！我讲这边电哎、欸！啊！啊！真的很可怕！你看我现在这样紧张，因为被电，不可能吧？哎呀，为什么？这是三个！啊，那个是电吧？不是。樊金老师比周宏老师帅，对吗？你看，我等下没办法写数学怎么办？现在大家都很期待一个人被电。你找到我？朱老师跟周宏谁比较帅？朱老师，朱老师比较帅。哎，朱老师跟樊青谁比较帅？朱老师，你喜欢的？干嘛？最近约你出去唱歌的男生是目前的暧昧对象吗？不是，我错了。错啊！你喜欢男生吗？没有。装什么？周王，不行，周王比较帅，周王是小乐。樊青跟周王谁比较帅？樊青。最近啊！你给班主看超过三部？没有。比较。没有。没有。影片到这边结束了。我反离玉莲很远。